多数女性有经痛的问题，超过八成都是荷尔蒙在作祟。经血剥落的时候，我们同时会分泌一个所谓前列腺素，它是一个跟发炎相关的荷尔蒙，会造成子宫的收缩。除了西医治疗，也能透过中医调养体质。三个原因就是瘀、寒跟虚，用通、温、补这三种方法。至为人以守护爱，从药物、食补、针灸、运动等方式，让女性越来越健康。